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警察抓贼，卖书咧拍电影。台中市的警方在台南围捕一个毒贩，这个对方开车冲撞民警了后，吹油逃走。围捕的警官赶紧把骑机车的民众抓落来，邀请民众来帮忙，捉在后边。尾啊，这个嫌犯紧张失控，去弄到路边的轿车，这个警察马上枪押出来。围捕的过程中，对空中来弹一枪，甲另外一个骑铁马赶到位的民警，联手甲嫌犯压制。啊，经过围捕的过程，有三个民警来受伤，真正是辛苦了。嫌犯驶乌色轿车失控，弄到路边的车，一民众乌托邦的对着后边的刑警副队长随机啊冲出来要抓人，附近的民众拢惊到，一个载囡的大人赶紧闪。嫌犯想要为副驾驶座逃走，这时另外一个民警骑卡车赶到位，两人做将这个嫌犯抓掉了，民警搁要对抗一枪。嫌犯可能是太过紧张，形容所昏气，民警将伊铐起来了后送去病院。经过治疗，无啥要紧。这场惊险的抓人行动发生在台南的东区，台中刑警大队到当地抓姓李的毒贩，想要到围捕时和毒贩赛车冲撞。好，因为我们的车全部都卡在里面嘛，那刚好有热心的民众在那边，我们请他就是协助我们那个载我们过去做一个追逐的动作，对。也因为有这样，才有后来就是可以顺利逮捕。在围捕的过程中，副队长甲一个民警脚甲手有受伤，另外一个和嫌犯的车弄受伤，加在拢无啥要紧。警方事后在嫌犯的车内有找到安非他命甲食毒品的技师，将伊抓转台中了后，会追查毒品的来源。